是花田。是这样子的，前几天在评论区看到有小花蜜说想要看捏海绵捏泡泡系列，并且有很多小花蜜都点赞了，那今天就满足你们咯。把海绵泡在有颜料的水里面，等它们充分吸收后就可以拿出来啦。好了，开捏啦。捏完之后把海绵清洗干净，又能重复利用啦，很环保的解压哦。第二款是最近超级无敌流行的泡泡胶。好吧，重新来。玩这个一定要快，因为它很快就消气了。再来两个。然后来点泡沫。第三个就是你们说了很久的切太空沙啦。好了，我们的异常满足小剧场就到此结束啦。如果你还有什么异常满足的小心愿，可以评论告诉我哦。